小亮在越南啊，来我公司来了啊，今天安排去吃个饭啥的，他这帮兄弟朋友都过来了，来了这帮人，后边一大堆，一会儿我们去饭店了啊。小亮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国呀？我5-6天以后。5-6天就走了？又走了？你们啥时候回家？我现在我妈刚接过来啊，就再稳定一稳定，到时候我再回去，我回去不带孩子啊，就我俩出去旅旅游啥的。上次我回家没有带小花，来姐姐家玩行吗？你行不行？对呀、啊，在中国去我家。哎呀，行，我要回东北有地方住了啊。哎，对，回东北去我那，我那个挺好。姐，你们吃铁锅炖。哎呦，这可以啊。行行行，这回东北啊，是以后的话是去小亮他家做客啊。Later， 开饭了啊！哎呦，都在这里的。今天我们吃点香菜。哎呦，小亮，他准备回国了吧？来这家好吃啊。那个回国之前必须招待一下，来胡志明吧。恒毅这边几个国内的来的朋友啊，小刀、大超啊，那边是恒毅他儿子，给我掌声不大。小玉，老爸，哎呀，啊，来举一个，谢谢。哈哈，走了走了，走吧走吧，走，各奔东西呀、啊，各奔东西。他们走了，都送走了。老公带我去看电影吧。看电影？嗯。哎呦，那小孩子看电影，你看老公我这么大年龄，那个再说越南的电影院我看不懂，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我搁那坐俩小时多累呀、啊。你不知道浪漫呢？这不浪漫，不多遭罪呀、啊！这我给你们一住啊，就吹空调嘛。跟你住3年多了，没有跟你一起看电影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看电影吗？咱俩以前我在家里天天看手机的吗？看电影的吗？在手机上。哎呀，哎呀呀、哎、呀！那个要哄一哄啊，看看看看，一会儿咱找小姨子，咱一起去看啊！咱俩看都不够浪漫，再叫小姨子，咱仨人看，懂了啊？长了这点。哎叫小妹，叫小妹。Later， 你们去看电影吧，妹妹。我不去了。那个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俩看就行了。那个，我一会儿有事情，啊。你刚才说跟我一起看吗？我刚才说了吗？我刚才说小姨子跟你一起去吗？走走走走走走吧，一会儿电影开演了啊，晚一点回家吃饭，老公回家给你做，老公回家给你做饭去啊。哎呦，这个是看电影。越南片我不想看啊。又不是个国产片儿啊，因为我们国产片我都看了，你看看那个熊样儿，生气了。